川岛芳子、金墨玉珍贵的老照片，你觉得谁更美？末代皇室满清肃亲王的第十四女川岛芳子、十七女金墨玉都是难得一见的美人，你觉得谁的颜值更胜一筹？现在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。川岛芳子眉眼清秀，气质出众，川岛芳子爱新觉罗显淑，翰林金碧辉，末代皇室满清肃亲王的第十四女，溥仪的族妹，川岛浪速的养女，自幼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教育，长大后思想举止以日本化。川岛芳子颜值不俗，外形清丽脱俗，自然典雅，有着纯真温暖的笑容，为了复辟大清不惜成为日本的一枝花。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，直至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被以汉奸罪判处死刑。曾与其往来的日本新闻人员田范彦对其作出如下评价：根意在于此，他平生既无理想亦无信念，更缺乏现代人的性格。思过想想，有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，你认为正确的就坚持到底，不要管别人怎么想。综上所述，川岛芳子金墨玉的美貌堪称晚清的颜值担当。看完两位佳人珍贵的老照片，你觉得谁的颜值更胜一筹？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